计。包括你看新款这块，它都是我们就有带有这种三角窗。如果说你买我们老款的话呢，这块是一个平的，平下直接下来的。这个的话就是新款的一个设计啊。主播小姐姐声什么意思？帕拉梅拉，帕美有现车，宝贝。帕美的话呢，你要哪台帕美？帕美的话比较多，有一台价格的话比较贵，是台加长版本的139.9，然后还有我们多少钱？110的、120都是有现车。老板，我给您说一下啊，点击一下我们下方这个小雪花，你看帕美。比较多的，包括我们718也是有现车的，里面都是有车的链接，给大哥们都已经上架好了啊。你再看还有这台104万的比较便宜一些，你可以点一个免费咨询，点一下允许，只要您点了允许，显示咨询成功了，我们都可以把所有的帕美发给您，或者是您可以后台直接联系一下都是可以的啊。肯定不认识我了。718好像刚刚说回来，我记得好像有现车。GLB 您考虑不？ GLA、GLB 应该都是有的，老板，您可以私信一下我给您发，行不行？臭臭这个大哥，臭臭，来点击一下这个小雪花啊，因为里面的话车子它是不太全的，可能没有上架特别多的车子，只有120多台啊。你在里面随便找一台车，你看这就有一台 GLB， 你随便点一台车，免费咨询允许一下。我们这会儿的话，后台是有客服小姐姐的，会给您直接发您想要的车链接，它没有在展厅放啊，好不好？主播多少钱啊？主播的话，彩礼输了有什么用嘛？说了。的话又只是你们就只是在市场上问问价，问完价你就直接拍拍屁股就走了，我也不想跟你说了，我也是有脾气的。来看这台啊，这个是一个8座，那台是一个5座的。8座跟5座区别的话区别不大，但是的话可能老板的话会考虑8座会比较多一些，更加帅气一些。这个是一台我们也是一个中规4S店直接出来的一台车子，它是我们老板的车子啊，所以说比较新的一台。主播小姐姐吃饭了吧？那肯定吃了，大哥。主播99,000，看着也是高攀不起的价格，怎么这样说？开玩笑的啊。这个价格的话是153啊。新车价格的话呢，这台当时办完的话还是将近200万。包括它的话，老板当时选的比较多，四门选了防塌亮条，第二排座椅的话给大家是加热通风都是有带好的。你买一个中东版本的配置，它都是不带加热的啊，也是不需要带加热的。这个是2019年6月份的车，跑了35,300公里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里面的一个内饰，看迈巴赫是不是450？老板看不看？你要看的话，你打一个一。我们现在的话，展厅有450的迈巴赫，但是只有450的迈巴赫，您看不看？您看的话可以打一个一啊。我一会儿带您去看一下。来看这台里面的一个内饰，两台内饰是一样的，但这个车的一个座椅颜色是不一样的，砖红色一个颜色啊。570，对，远程大哥，这台是570。570比较多，宝贝们，刚要看570的那个宝贝啊，我给您说一下，都可以点击我们下方小雪花啊，或者刚要看迈巴赫那个老板，您一会儿给您介绍一台啊。如果说你要看全部的车子，在里面啊不需要找车链接，只要你直接点击免费咨询允许了以后呢，显示咨询成功了，我们的话呢都可以直接给您发车子链接或者给您详细介绍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迈巴赫。迈巴赫老板，您是大概要看个什么年限的，也可以大家跟我说，或者说的价位。迈巴赫450前面比较多，包括有我们的什么 S500都有啊。来，我们去看一下啊，想买这个小姐姐是不是8座的？对，8座有现车，刚刚那个就是8座的啊，宝贝，身材杠杠的，身材杠杠的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我是不抗热，我这会儿被热的已经脑子已经就是眩晕了，我感觉我从刚刚就刚开刚那啥的时候，我就脑子就已经晕的不行了。5708座的是多少米的啊？8座的刚刚那个是多少钱来着？130啊，130差不多，120也有。老板，你这会儿这样子后台一下，我们给您详细介绍好不好？详细给您介绍一下啊，喝点水啊。那好，一会儿喝一下水啊，欢迎大家。想我想的睡不着，大哥不至于吧？那睡不着的话，你不得干一些别的事情，或者是拿手出来啊？点赞，你以为要干嘛？点赞啊，点赞！来看看这个啊，老板，这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款式，2020款，那它是我们上一代的还迈巴赫 S50 啊，所以说你看它前脸都是在我们直瀑式的一个前中网，上一代的话呢就负责什么？负责商务啊，是不是？新一代的话可能就负责优雅一些啊。那大家都说什么？上辈子功德盖世，这辈子才能开迈巴赫 S。这还是一台2019年11月份的车，跑了多少公里？41,500公里，价格的话是126，直接可以开回家。包括你看我迈巴赫配置就不用给大家讲了，基本上该有的配置全部都有，还有带我们大饼式的一个轮毂。来，直接看内饰啊，壁柱上面都有带镀铬式的一个标识，包括里面内置我们柏林
之声的一个音箱啊，欢迎大家豪车美女大长腿。那来问一下直播间宝贝们，这会儿都冲啥来着啊？冲豪车来的话打一个一行不行？如果是冲主播来的话，冲露露来的话打一个二，公屏打一下二点了是不是？主播来个小僵尸蹲，小僵尸蹲是什么？我没有听过僵尸蹲，我听过叶问蹲，听过别的蹲，但是没有听过僵尸蹲，听过胡萝卜蹲啊，没有听过你说这个蹲啊。途乐有限车，一会儿带您看一下高子，稍微等我一会儿啊。35级那个老板，你不要着急啊，美女好漂亮啊。老板这台行不行？这个来给您看一下后排，两个的话，我们有棕内也有白内的啊，一会儿可以全部发给您。你看一下这一台啊，这个的话，你看后面的一个柏林之声的一个音箱，包括我们后面有带娱乐的一个显示屏，杯架全部腿托都是有带到，迈巴赫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印花、啊、都是有带好的。好的，老板我给您说一下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迈巴赫发给您，带我们双 M 标的，还有奔驰原厂标的，包括还有带什么大顶式的，没有选配，全部都是有现车的。来，老板点击我们下方的小雪花，包括刚刚那个要看图乐的大